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要为大家测试的是北欧神，这个我北欧独臂战神提尔的潜能解放。哦，为什么要特地开这个画面？哦，因为我还有两个潜放那个潜能解放的材料，主要是因为在等他，有没有？这个要练到祭司，有没有？所以运气很好，现在可以潜能解放。哦，由于目前没有关卡资讯，所以硬着头皮来试试看好了。然后，哦，希望不要再出现像伊登那种 bug 了。到现在官方还是没有给我回应，实在是有点夸张。烈火执者提尔，哦，第一回合吸地虫子非常好，欸，只有三回而已。接见众人之神，善斧砍什么看不太清楚，因为刚刚手机玩过头，玩得有点灰灰，把旧灰灰啊，看不太清楚。反正吸地虫子也不用出什么吸地了，所以现在应该是要绿珠才对。因为 BOSS 的属性和攻击力不是很了解，所以可以先试一下水位面，我是觉得没关系，弄多点火柱出来就对了。啊 ，CDE 而已。嗯，这个非常好的是，我们的补血柱居然没几颗。补血珠啊，非常好补回来。哦，左上角看到我留一个强化珠，因为我不晓得 BOSS 的属性是什么。这是什么？光转火，哎，很好，哎，果然强化补死，所以就来个全体攻击吧。那记得绿珠还是要绿珠，因为下一关多难我不知道。非常好，转的整片都是，我喜欢。一样，全体攻击。好，下面那个就留一些，我下一关用。哎呀，火珠又不够多。非常好，剩三颗火。哦，三鼠盾。水木火。哎，水木及火强珠哦，所以火要强，强化腐蚀。这是暗转，光转。暗转光转，我要三鼠盾，水木火，先 K 这只啊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刚刚手机真是玩过头，现在眼睛还在花。哎呀，这是手残。比较小，哦，2000多，血要记得补，这是重点。哇，
我靠，看起来不是很痛哎。不是很痛就按下去，不然等一下我会很痛。给他一次痛击啊！我靠，不然我就痛了。有一点点小难度啦，我还算可以接受。能够切单体是建议，可是你没单，你单体的话又没办法补血。这一次我可没办法补到血。进出差太远，差太远没关系，我们把进出尽量兜在一起就对了。哦，缺木，没关系，不用紧张。对，虽然我说我有点紧张。我们现在先把那个水浮石兜进一点，强化浮石好交代。OK， 应该是可以 KO 了。哦，也许因为你把旁边那两只 K 掉，所以现在。帮你专属的已经没有了，所以你自己要稍微留意一下。啊，还没死。没有木，所以我现在是补血为优先。强化火护士要留一颗啊，球大。现在就先绿珠了。哦，这招是蛮危险的，因为你没有帮你转火的那个卡片了，所以什么按啊，一些没有用的转一转。哦，因为我心数还蛮多的，先补血再说。再连五颗的火珠，好，光珠也要顺便消一下，暗珠也消。啊靠！不要这么巧吗？注意血量哦，
像我是不会急着去凑那个什么什么五颗的火珠啊，血量你要先救回来。好像这个没有用的就把它转一转。好 ，OK， 这样有机会了。水，水，火，不要用叠珠啊，这样比较保险。哇 ，OK， 哦，哇，还蛮屌的一个火焰。进化的关卡我觉得难度设计还算可以接受，没有太离谱。哦，不过吃两只号角倒是，哎，好漂亮的动画。神话烈火惩责提尔，嗯，不错，看起来蛮屌的。那现在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铁换上去炫耀一下。叮，接下来就等新的号角出来了。哦，以上是烈火惩责提尔的一个通关测试，给大家参考看看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